一整圈鲜虾围绕在沸腾的火锅汤底，里头少不了蓝蟹、北海道干贝，超澎湃。一旁还有酸菜鱼、砂锅鱼头等特殊口味，让人选择障碍。那现在这些通通可以在家自己煮。天冷就要吃一点热的，会比较暖。可以自己加自己喜欢的料，对，那在家吃也可以比较随心一点。自己是比较喜欢吃酸的，所以酸菜白肉锅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。本人比较喜欢吃麻辣锅，喜欢吃鸭血。入秋以来，最强冷气团就要报到，还有业者瞄准小家庭推出各式口味汤底。两方业者观察到，最热销的火锅汤底、麻辣锅、酸菜锅、粤式猪肚锅都上榜。还有卖茶也发现到，超过60%的民众最爱麻辣锅，另外各20%则是白锅和特殊锅。好比说酸鱼，或者是说好比说麻辣锅，或者是说五根肠旺，几乎是顾客非常喜爱的。现在也有整只的人参鸡，然后它就是一整只的鸡在里面，然后连骨头都可以吃下去，我觉得蛮惊艳的。一边汤底煮拉面，一边加热叉烧，天冷不只可以煮火锅，还可以自己在家 DIY 叉烧拉面。强攻天冷冒烟商机，家乐福一量取胜，300多款火锅商品寄出各式优惠，大润发推出羊肉炉、韩式部队锅买一送一，全联也跟12锅合作汤底、蒙古锅等第二件5折，美联社则是推出咖喱锅、酸菜锅等汤底特价促销。知名品牌的火锅料呢，任选2款只要118元，而我们自有品牌肉品则是下杀73折。吃锅季节到了，量贩业者分食每年600亿的商机，加入战局不手软。欢迎新闻科观察邱子玲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